同台力挺高虹安选新竹市长，2022年柯P地方选举长跑透透，支持自家县市长候选人。但随着检调解密柯的关键 USB， 却疑似发现2022年这一年随身碟内有民众党两名参选人高虹安、赖香伶的名字。金周刊报道，检联追查金华城案相关金流，发现2020年沈庆金利用7名员工涉嫌捐款210万元给民众党，而且先前被爆出柯 USB 记载的2022111小沈1500沈庆金，疑似就是以相同的捐款模式行贿超过1500万元。而自同一年的同一时期，随身碟记录上还出现了当时正在参选新竹市长的高虹安与桃园市长候选人赖香伶的名字，都出现在随身碟的出账名单，但赖香伶在截稿前没有接电话回应。当民众党人选，请沈董帮个忙，这也是我人情之内。他跟沈庆金好到一个程度，连我的子弟兵去选县市长，也拜托沈庆金出钱。除了随身碟必须透过解密来找寻金华城案金流的蛛丝马迹，金周刊还接获爆料沈庆金与柯文哲两人之间的合作契机。根据报道，沈庆金2017年找上柯文哲，两年后互动更是密集。正在逐层的熄灭。金华城百货2019年拆除熄灯之前，传出由重量级地方人士牵线，柯文哲、沈庆金在北市大安区的秘密招待所见面，之后更有多次私下会谈。外传一方想乔金华城容积，一方想找资金创党，才一拍即合。两人好交情更从公开活动上窥见一二。双城论坛，这个沈庆金虽然不在名单上面，但在主桌上面也看到沈庆金的身影，还有当时的议员黄珊珊。质疑黄珊珊在沈柯两人中间扮演关键角色。对于周刊的报道，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翰表示不回应来路不明的消息。柯文哲一个 USB 档案资料似乎牵扯出更多金华城案背后故事。金属荣耀其实有为采访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